重心再下来一点啊，光靠手是拉不转啊，你看啊，重心上旋，上旋一样的，你看前面一样的，一样的摩擦呀，一样是重心要下来，但重心一上就没法拉了啊，重心要下来啊，放下来这个点一样的啊，被转了，是一样的。你看我拉球腿都是这样的，啊，那就一个下旋一个上旋，正手全台吧。你看你这球砰这么出去，我说我要你这种声音，对，正手也可以拉，很好，别丢啊。就是这球掉完以后拉速度，放好扳手，看重心是跟上去了，一拉啊，重心往前，又开始了反头是吧，又是这样了，你看都体会这种感觉，手腕下来往前，往哪动呢，你肯定打不上，肯定打不上，对，你得看我这球你拉的这么转，对，你找位置啊，他过去球飘的，对，你看这个左脚就过去了，嗯，